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。啊，我已经叫了。没关系，你撑着，我们应该不用整个重打。我死。没关系，我要重生了。来不及了。应该都死了吧。全部死了吗？好吧，我要去下去拿鸡蛋。我装进来了。他们会换路走哎，好贱！哎哎哎，你想干嘛？我尽力了，能不能死？我在杀了，又来！等一下，我在杀了。啊，逃逃！冷静啊！我要撤了，剩下15秒。他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跑！不用管他，他会被炸死。啊！我被丢出去。我真没路可躲，快跑快跑！认真兵，你不要死走！啊，谁要干啥呀？把我送出去开！啊，我去救你！有人来救你吗？叫直接过去，直接！你们不要死，我要放弃。哎，我下次会不会从中间逃出来？快！好牛！哎，不，旁边有盾，盾兵。我快复活了，剩12秒。好好，我撑住，我躲着。8秒，我7秒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快好了。那我，那我，那我快进去。哦，进来了！哦，好危险，我怎么进到的？啊！我打。啊！不！活着。等一下，我卡住了。啊！我卡住了。我还没有打到网欸。那个 explosives armed， 你们两个都在上面好，我一个人在下面。我拿散弹枪，你要我上去，我不就不用打了。没有，拿狙击啊。我在下面打，然后你们就在高处就帮我打一下。
先看他们路线，再丢你们等。我每次都中不了。要是他给你用啊，没有，好了，我送兵来了。好，你看那边，两只。忘记看时间了，哎，我爬往上面好了，我被烧了啊！我死在角落。天哪，我救到你了！可以，你走下来，右边楼梯走下来。我要复活了，还有希望的。我竟然都不救你，气死我了！这就是所谓的同归于尽这个道理。我就救他，然后我的鞋子回不回来？到底是哪？现在这么多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想一点对策。继续打哦。老爷子，你要不回从中间呢？我要走，走下去。啊！哦，这里好危险！我一出来就被枪打！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，我要倒了，所有敌人都在后这边杀我。没事啊，我这里还多太危险了。好，我要准备复活了。啊！我接下来就死了，现在你看得到我吗？我正在复活。一复活就……快跑！快跑！我现在非常危险，快要死了！我们还有一个时间，大家加油！我在这里。好吧，没办法、啊。很漂亮，应该可以复活。你要从中间？为什么这么多火？啊！小，快跑，快跑！我来跑，我
会死掉的。啊！哎呦，我讨厌，现在怎么打呢？你们确定不要两个一起在上面吗？不然。安全吗？安全。哎呦，好恐怖！啊，打我的机枪！你机枪已经爆了。有人把人搞定，把这地方打到你们了，我燃烧了。还有一只三星发射。
没了，还有，还有是不是还有？没了，准备打王了。啊！没子弹呢。七哥，你怎么突然关闭啊？关闭。哎，真的，你中断连线了，你当掉了吧？等你连回来。那有火就烧，那小心哦，有火就算了啦。你怎么一上线就是死的？我看的就是新妈死的。好的话就走咯。你还在干嘛？在看能够让我的血上来，然后再补血。因为我怕我等下死亡。撑住。是不是有人啦？我。还没吧？没有，还要再过去找我们吗？有一口吗？对啊，他们在准备汽油弹。走了哈。硬欸，散弹冲刺。武器的那个可以。哦哦，差一点就要杀了我。那我看到武器的哪里？那是在楼塔一样，进来进来。Okay, people, here's what we're gonna do. 我们已经延误蛮多时间。没有看到武器耶。哎，有有有。嗯，又没了。这什么声音啊？大声字。枪战。
跑去哪？啊，香香在这边。没有，我找不到。有个武器，但是他们有在这里。对啊。他居然想要下来跟我们说什么？他的人比较厉害。他是打完王吗？坐电梯上去就打王了吧？我怎么忘记王当兵？那个啊，火焰的那个，就是你。随身武器子弹不用。有啊，我们上来了。哦，这个最难打了。冲冲冲！哎，你看后面。那还打不了。这个应该网吧，这个。他们等一下才走出来的样子。这个是网。没有，王在楼下。干嘛冷的？这个人碎掉。防弹的。想射我们也不行，好好转是吧？打不啦？辛巴可能想要凭意志力把它打破。我点。敌人在哪？左边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